然后我再一次仅代表孩子国所有的全体师生，包括阿北，阿北一定要 cue 他，无论如何逼着他也要讲几句话。阿北，你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他们，可以请上台。你要给孩子示范，再怎么内向的人都可以突破重围，可是这个孩子是好的超人一场。 那个不好意思哈，我很少上台讲话，尤其我记得去年也是毕业典礼的时候，就是谢师宴会有上台讲一些，那也感谢这次从我妈妈还有那个今年毕业生的家长能举办这么一个隆重的谢师宴，啊，非常感谢各位家长，那。 我平常就是早上，我每天都很忙碌，就是为了学校，只是一些整理硬体方面的。那比较劳力的部分还是园长做的。我都讲那么多，感谢。那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家长，还有老师，那全心全意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国。 我感谢，谢谢你们，谢谢。好，谢谢。小朋友很多嘛，你们了解的哇，长大我就要私讯给你们，就是你们在生人字的时候，在好好的那个聆听。那段影片呢，我们要感谢小瑞妈妈，是她。 主动提议说，我们可以来做这个影片上的会集，然后他动员他的人脉，就是请彩绘哥哥帮我们把这个档案集结在一起。那今天我们也想请彩绘妈妈来帮我们做这个发表一下感言吧。哎，园长跟老师还有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这个影片其实。 之前我其实就一直很想做，然后刚好在赖群组稍微提议一下，那也要感谢各位爸爸妈妈的配合，因为这个影片从收集一直到制作完成，大概也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为了呢，这个影片我要谢谢彩绘哥哥，彩绘哥哥今天也有来现场帮我们跳相。 整个影片来要集结在一起，所以要花蛮多时间。然后因为每个小朋友因为录的声音大小声不一样啊，所以这一点很抱歉。那可能就是麻烦老师回去的时候，可能那个像的从有说的，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对，那最后再次就是谢谢各位爸爸妈妈的合作，然后谢谢老师。 还有谢谢园长，谢谢。好，那个我已经没有稿子了，所以我就是现场发挥。你们知道，因为进入小朋友的阶段是不能有稿子的。那接下来呢？因为那个这一群是说不完的感谢嘛，我们小朋友花了20分钟说完了，说了一个段落了，以后还可以继续讲。那接下来我就是要一一的 cue 我们组桌的老师们。我没有跟他们讲过，不过他们正在江湖，随时要上台讲几句话的，对不对？
所以我就随意 Q 了，我是看谁都想要给。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让贤给嘉玲老师。嘉玲老师，嘉玲老师，好，他走了这个过程，我想要填补一下。他是一个不管跟家长说什么，或者是我们跟他讲小朋友怎么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妈妈，你辛苦了。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要讲说不好意思麻烦老师什么什么的，他说没关系妈妈你不用这样你辛苦了，就是他永远把爸爸妈妈的辛苦的感受的那个层面他都就是放在心上，我们跟他讨论的他是就是注意到我们的心情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感谢嘉玲老师。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我才开始真正的感受体会到，就是当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我们担不完的心，然后操不完的心，然后你的所有的一个心思全部都系在孩子身上，所以孩子的一举一动，然后一个眼神，然后一句话，我想那都是对一个妈妈很深的一个影响。那我也很谢谢园长，就是也可以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学习跟成长，然后也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就是你们对老师的一些支持跟鼓励，然后也谢谢小朋友，就看到你们长大了，然后从你们很小的时候，然后来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哭，然后有的我还带出去散散步，然后走一走，那你们的一举一动，然后一个欢笑，然后或者你们在跟我们生气的时候，我就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印象都很深，然后也希望你们在经过这几年的成长，然后记得老师带给你们，一定要很努力，然后有任何问题记得回来要找老师帮忙，然后记得老师教你们的，很勇敢的，然后坚强的去跨出你们的每一步，谢谢。谢谢嘉玲老师，小朋友，嘉玲老师说要你们勇敢好吗？亲爱的家长，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谢谢。我刚刚在台大自己心里默默的准备了一些，我在回想我在和这17届的孩子们，相处的这些年中，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最受用的，最感动在心的，大概有几个时刻。那第一个不用说，当然就是英文课的时候。那我们这一班蛮特别的是，这一班很喜欢很喜欢听英文绘本，所以我们那个绘本是排队啦、抽号码，还会那个 ID 会那个玩 gay 的那一种，就他带那么厚他的那本什么时候要讲完，然后对，然后就是很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 enjoy 那个 moment 的，就是孩子们就是对绘本啊对上课的这一些就是是有所期待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校外教学，就感觉跟他们是真的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说上学了，然后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觉得是真正的跟他们就是参与他们生活中的一天，那个是我比较深刻的感受。然后也很谢谢各位家长，就是对学校大大小小活动的支持。然后我刚刚有听懂从幼妈妈就是对我的鼓励跟暗示，就是以后万圣节绝对要装到让你们认不出来。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祝福你们平安快乐，谢谢。冬娜的确是我们孩子们的那个学习美语的启蒙老师，所以真的很感谢他让小朋友对学习英文是一个很热衷很玩乐的一件事情。园长说接就是带新带一个班，然后就好像在跟孩子们谈恋爱一样，然后也许一开始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在磨合，所以跟孩子之间也许不熟他不懂他，然后到现在也有甜蜜期，然后也会看有一些争吵，然后或者是吵完之后你也去反思我到底刚刚那样子做对不对或干嘛，就好像是一个我在跟孩子们谈恋爱，然后但是这个结局就是走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好不容易觉得把孩子已经练到一个程度，然后他就要拱手让给别人，又好像是一个当妈妈的心态，就是我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然后又要拱手让给别人的感觉。他们已经懂事了，会帮我们按摩啦，然后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说哎，他们能力已经培养好了，可是就要去上小学，然后我们就要砍掉重练，然后又要开始从小的开始再继续带，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轮回。然后我很享受带这个班，其实有时候回到家很累，然后趴下就睡，可能跟我年纪有关系，老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回到家下班的时候真的蛮累的，想睡觉，但是很享受带这个班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又是新的一个班的挑战，那这个班当初我接的时候，我都记得他们来的时候，永坤然后还跟哭要找妈妈，然后依宁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来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记得。然后就回来，你们我知道有些小朋友已经很期待上小学，也有一些小朋友很紧张很害怕上小学这件事情。然后不管怎么样，然后你们可以来找老师跟老师谈谈，然后不要害怕，然后老师都会陪你们。谢谢。我要暂停一下，我要请所有的小朋友先回到位置上坐好。因为我们待会那个后面的餐台会收掉，大概会最后是取餐是2:10。各位爸爸妈妈好，然后今天带女儿，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说，哎，怎么回到家都常常听我的小孩说你的女儿，那你的女儿长什么样子？那今天带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认识吗？干嘛？好。那个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还蛮羡慕有些老师能够带一些孩子从小到大，从比如说从他们从零岁到毕业，那我也算是另类的把他们从小带到大。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孩子是在我一开始进孩子国的时候托婴的孩子，像现在抱着我的这位是伟伟嘛，对不对？伟伟还有彩慧还有崇佑浩宇，然后恒瑞好像也是，都是在婴儿的时候，其实他们几个月的时候有带过。然后我还蛮幸运的是能够在大班就再遇到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带毕业，这是一种另类的一种把他们从小带到大。然后中间的恶魔时期还好我没有碰到，没有啦，没有，还是会遇到的。因为其实会在他们的身上去学一些该带孩子的技巧，就像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小孩一样，所以这些孩子，尤其他们的笑容，会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们现在这样抱着我，我也蛮开心的。其实虽然有点干扰我讲话，但是我其实是开心的。很多时候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这么好，然后当然我觉得我们每个大班老师然后都有自己的长处，然后当然我们就是互相 cover 这样，然后互相就是补足对方的不足，对啊。不然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小安老师、花花老师、新年老师、嘉玲老师，然后还有 Donna Teacher 就是园长，然后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老师也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都是互相帮忙，然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家长。然后我之前也讲过，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面对人群的人，虽然这位爸爸觉得说我在台上表演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那只是我可能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但不一定是我真的很享受，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面对人群或跟别人做，可能就是对我来说这方面是我一直在练习的。然后当然我也到中班到现在，然后当然我觉得看到爸爸妈妈用心然后准备那个影片，然后就看到他们从很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对吧？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因为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中班了，然后已经很能讲话了，一来就会跟你聊很多，就是什么都聊，什么都能聊。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所以然后也看着他们真的是好很紧张就很多人拍我，那种感觉很奇怪，我也不是明星，可能很快。好，对，然后好。冷静一下，
对，然后就看着他们长大，然后到现在就真的是调皮的部分就不讲了，好不好？今天不讲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刚刚看到他们很活泼，然后很自信，我觉得很好，我就看到这一面是很好的。对，然后我觉得没有办法去限制他们什么，好像你不要太活泼啊，你不要太调皮或者是怎么样。但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这个就是孩子的本性，好像我们过去也是这样长大过来的，然后也是这样被骂过来的，我觉得都有这一段。然后真的很感谢各位爸爸妈妈，就是从进来的时候真的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被尊荣的感觉。那我会觉得说，我当然也会回想说，那我是不是真的值得爸爸妈妈这样子为我们做那么多，真的很感动，然后也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个很不好意思是觉得说我还需要可以努力的地方还真的很多很多，然后就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很多时候不好意思，因为爸爸妈妈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还不这么好，或者是真的还需要努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用给我感觉是他很鼓励也很支持老师，然后也是很为老师，然后我真的要对你们说声谢谢。然后真的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多回来聊聊也好，就是不管聊什么，聊小孩都可以聊，然后就是可以把孩子国当成自己的家。为人父母是辛苦的，然后也是甜蜜的，然后挑战是人生，就是不定时的炸弹。我想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小孩，就是因为我有肾脏疾病，然后我小孩就是也有，然后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就是在回诊，然后近期呢就发现了董轩他有耳朵听力的受损。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状况我们都在不预期的当中，就是感到非常的焦虑跟害怕。但是我觉得打雷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害怕一蹶不振，但我觉得就像园长跟我说的，有一天雨一定会停，晴天一定会来。如果我现在是我可以去帮助他的时候，我就要尽力可能的去帮助，而不是我害怕我就停滞不动。我想要送给各位家长的是，就是不管未来发生小孩发生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更，就是害怕可以跟你的害怕并存，但是别忘了就是也是会有晴天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加油。然后非常的谢谢家长，然后唱歌啦，好啊，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我声音好不容易有好一点，那个本来那个就是想说毕业典礼唱给你听，但是后来想说声音还好没有说要唱，不然有点可怕。这首歌是那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适合送给孩子跟你们。好，我要唱了，鼓掌。不好听也要就是见谅。言不由衷，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合上爱的善变，有始有终，只恨有始有终。容我为我们写一篇抱怨，愿你永远靠，永远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我如此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是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